一段白雪公主在森林里，白雪公主一点都不寂寞了。看来我们的小动物还不想下台的样子哈。好了，小白兔、小鸟儿，我们回家咯。要先敬个礼才可以回家。那因为我们还没有听到掌声啦。哇，还加欢呼声呢。兔子还九十度鞠躬，真是可爱。出来遇到。